羅拔利雲獨起到腳啦，救得好，反應快到咧。利雲道夫斯基背住個龍門咧，都冇辦法起腳射門啊，因為對面咧 mark 得佢好緊，好機會出腳。碧咸。華拉利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，差少少咧就單人匹馬自己搞個機會出嚟啦，相當之犀利啊！好波啊！亞仙奴率先取得入球，想入波揾佢咪得咯。讲得好，睇佢眼神就唔多高兴，你都知道发生咩事啦。对手后防啊，睇得好清楚啦，睇嚟俾波要俾得准啲先得。呢个直线靓啊！试下握埋去啦，截走个波啦，皮里斯。射啦，入咗网啊！睇落咁容易嘅，对方连凳尾都望唔到啊！系啦，你点睇呢球啊？利云道夫斯基好明显系个威胁嚟噶啦，但系对手后防咧由佢周围走嘅，差唔多好似送咗入波俾佢。睇嚟踢得越嚟越顺喎！呢个第二球咧，对两队感觉都争好远啊！落后嗰队惨啦，好大压力啊，要追多球啊！领先嗰队望住想入第三球。泰莫尔巴卡若高，呢球波挡得好啊！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斯朗拿到，两边都追住个波啊！是突破的好机会来的，企啱位接得好好啊，本来就可能有些机会的，龙门就将个波送了给人，巧妙的传球啊，意识不错啊，是不是找到目标呢？好，我哋嚟到半场的休息时间，睇完45分钟啦，有乜睇法先？啊，连续失咗两球啦，对手的情况其实都几危险的，如果失多球啊，恐怕都唔使踢。亚仙奴半场咧吓相当稳阵啦，领先2-0咯噃。比赛最后的45分钟，而家开始。
呢脚直线一下劏穿晒。好，守得好好啊！碧咸试下握埋去啦，头槌顶呢个波，完全阻唔到佢哋啊！胜负已分啊！呢个头槌真系顶得好啊！嗱，佢顶呢个波嘅时候咧，佢够晒果断啊，结果咧对手唔够佢争。第三粒啦，佢今日嘅表现一流啊！哇！好耐冇睇過啲咁出色嘅表現啦，簡直係一個人踢曬成隊波嘅，對手冇人阻止到佢。亞仙奴遙遙領先三球，羅拔利雲杜夫斯基，利雲杜夫斯基傳去側翼，踢得好。真的不明白為什麼在那個位置都要 hold 住個波咁耐。皮里斯、泰莫爾、巴卡若高將個波分去哪啊？個波飛咗出嚟，邊度會追到先？呢個直線靚啊，揾到目標啦！王晶嘅判越位喎。截和截和踢埋上去，碧咸为脚直线，简尼向前长传，哎，而家可以反击啦。相信佢期待緊嘅唔係一個咁樣嘅傳球咯。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接喎。比提，比提，好快咁向前傳。呢次進攻咧，俾人阻止咗啦。碧咸，傳過去啦。佩奧爾。挡住咗球波，咁样就终止咗个攻势啦。呢个直线靓啊！开界外球，又是界外球，比提向前傳出，個波而家喺羅馬利奧度，前面得翻個籠嘅咋，得唔得先？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呢？俾人截得太多啦，走多兩步啦，直接長傳，
碧咸，碧咸，试下呃埋去啦，冇举旗喎。有空位俾佢啦，罗马尼奥好机会啊，入波啦，又入多球，完全都唔收手嘅，对手都叫你射咯，咁梗系恭敬不如从命啦。嗱，完全唔明咧，点解佢哋会走甩呢一个射得之人嘅，简直系明知故犯。亚仙奴真系一啲都冇留手喎，截得好。呢個突破靚啊，仲未完添，犯咗規咯。嗱，佢哋隊波就咁睇落幾勤力嘅，係咁追住個波，之但係咧就波皮都掂唔到喎，就行埋個波度，睇嚟就似打算直射喎。實一實啊！咁遠距離嘅罰球，你未起個射，我都知道唔入啦。華拉尼接和向住側翼擰埋去，哎，仲有啊！呢球波靚啊！哇，真係唔～情嘅噃，边度估到佢哋会领先咁多嘅？不过佢哋真系冇得弹啊，射亲都入。亚仙奴完全冇人挡得住啊！俾个脚唔够靓啊，嘥咗个机会啦。反击啦！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传咗过去，挡咗啲球波，喂，有机会啊！搞掂，又一球。而家就冇晒面噶啦，唔知佢哋仲企唔企得起翻身咧？呢球波过唔到去啦。好，比赛到此为止。亚仙奴完全系高对手几班啊，揿住对手嚟踢。Kimman点睇先？呢队波咧一路睇咧，佢哋都系好团结嘅。首先佢哋自己好有信心啦，觉得自己唔会输噶。然后咧慢慢睇定，争取入波，结果搞掂咗啦。又系时候讲拜拜。喺呢一度，我哋多谢我哋嘅足球专家 Kimman， 多谢晒啊！咦，话时话家谦，真人靓仔个上镜。